是八斗子鱼哥。好，今天要来拍九月阴线座流星雨，每小时只有五颗。今天要去拍九月阴线座流星雨，它是一个小型的流星雨，它一小时只有五颗，然后今天大概可以拍到两点，最大只是到两点了，其实应该要看运气，跟上次玉夫座流星雨差不多。然后今天本来下回家的时候还下雨，但十点多看天气不错就出门了。现在看不到前后座，然后要拍的方向有点晕，我在想要不要放弃。这片云过来的话，我就收工了。
经快两点了，现在的时间是多少？1:48。我们来看一下八头子的渔港，现在有亮的会闪灯的，那是基隆鱼，对，闪了，基隆鱼。啊，这是八头子渔港，其实很漂亮的。八斗子鱼缸啊，这是传说中的九月英仙座流星雨啊，收工了，拜拜。今天有看到两颗很大的流星，等一下回去找一下，1:20看，应该不错。